开始看剧。嘿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你嘴里那个呆子，除了你，没人要。他可是一门心思想把你留下来做他夫人呢。还请娘子再多给为夫宽限几日，我相信功劳会有的，银钱也会有的，这个就当是例行，还请娘子收下。殊不知里面包的其实是板砖。如今现在人赶过来了，你们俩赶快走。这对有意思。他知道丈母的事情，带人过来了，快走。我这就收拾东西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这是我连夜抄录的账本。这一幕看着挺白呀，我们男主。我不走。白白嫩嫩的。如果这时候我走了，朱庭仙一定会派人把城门关上，到时候谁都走不了。那地儿怎么没捡进来？就是里面说腊梅怎么办，然后弹幕给腊梅起了个新名字叫腊妹，腊妹怎么办呀？然后腊梅就出现了，说老爷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一幕是我最近的笑脸。咱们又见面了。逛楼子的，你跟那崔太是一伙的吧？快交出我相公，否则我定叫你后悔。谁给你的自信？导演给的。我倒要看一看，竟敢行刺王爷！王爷，江州五品通判一职刚刚空缺下，这个俸禄应该不错。那既然许王爷如此的淡泊名利，那本王就另选他人吧。谢宁王殿下提携，卿家一定不负信任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准备用膳吧。本王对吃食一向不是很挑剔，简简单单，粗茶淡饭就好。真的就是简简单单，粗茶淡饭。许卿家，你们就给宁王殿下吃这些？这都三菜一汤了，还不够好。汤呢？汤来了。鲜肉豆芽汤。肉没有。主要是王爷这次来的匆忙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不仅素，而且还是臭的。喂，有啥？带味儿的一顿饭。吃吧。有心事？都给拍下来了。江月，原来这么做作，原来他不仅做作，还有双下巴。江月何人？出丈人。娘子。相公。如果正面看我们俩的话，我们俩眼睛应该斗鸡眼儿都不能再斗鸡了。然后那时候天儿挺热，满屋子其实都是蚊子，还有很多屋子也很小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的加大家忙碌的一天的汗味儿。来，在这边。来啦，小饭堂今日开张了。哎呀，真材实料，花了不少钱，往后可怎么办？那下面可没有垫假东西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全吃光了。带到我家来，名义上我是你婶婶，但是我也能算是你半个娘。嗯。小
这场戏我的手比较痛，因为其实使劲儿和收回都拿捏在我那个右手臂上。怎么个欺负法？他让小贝公子趴在那板凳上，拿那个戒指打他屁股。对，你可知所谓何事？啊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我就听见许夫人说什么，对的就是对的。你以为打的是屁股，实际上谁家兔崽子？对，这不折辱王爷您的吗？打的是屁股垫儿。能说有人能这个小兔崽子吧？我。但当时小王爷还挺……哦，小贝，不止喷了我一脸，喷了我好几脸。二位主人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收药材。程总，三百六两。哦，那你们六。哎，你撞断我腿了。给钱。哎呦，你不会是新？那个时代的碰瓷儿，所以就来揍我。玉娘，高正是来找许晴家的，那你呢？玉春楼可是你多年的心血，你就这么舍得把它给卖了？我自然是有些不舍，可也耐不住某个男子一定要让我来啊。斯文败类。好你个许晴家，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妹的事儿？大哥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呀。我没有，是我。这不是强行污蔑吗？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？你哟，这富太师位极人臣，皇亲国戚，按道理来讲，他应该比普通的朝臣更爱黎民百姓。太子是未来的天子，黎民百姓皆是他的子民，与民争利便是断了太子的根基。这傅太师上对不起自己的外孙，下对不起天下苍生，他就是混账东西。哇哦，支棱起来了，亲家相公支棱起来了，是太君。可以可以，很帅。我看你今后落得个什么下场。不错，感觉手指头都在用力，手指尖都在用力。娘，牢房里有饭菜，你不用每天给我带。你是习武之人，饭量本来就大，现在我刚刚痊愈，牢房里的饭菜清汤寡水的，哪够你吃啊？快吃。怎么不够？这两天我觉得衣服都紧了。那如果换作是我被关在牢里，你也会这么劝他们吗？牺牲我保全百姓。玉娘可以，新时代女性。终究是错付了。哎呦，玉娘，我选你，我选你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高正真的没事了吗？你就放心吧，即便我敢骗你，那许晴家也不敢骗我呀。这倒是。夫人，夫人，高大人回来了。高正回来了，那这场戏拍了好几遍。哦，玉娘的眼泪花花，这慢镜头。阿娇，那天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这场戏。拍了一整天，群众到拍我们的时候，太阳就快下山了，然后那个光看着就特别不好，人都是黑的。您的袍子还没到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这点可以那个给男主磨磨皮。而且他只演了一遍，我记得，去
确实是这个有点不太公平哈，没光了，演出场戏，众筹给男主磨个皮吧。嗯，这个范围墙的戏也是特别绝，它是一个假墙，人是真人，但是墙是假的，所以我骑在上面的时候一直在什么时候站在这儿、嗯、就上面还镇定自若，然后下面身体背着这么大一个行李、是不打算回来了，要你管，挺晃悠的。哇，我弟肯定是去柴房看我的。哎，小心，我去应付吧。小强，你承受的太多，我一晃悠那个墙就阿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我感觉这个腮红怎么有点没红对地方呢？你那个当的什么官？为什么耳朵红了？有多少风花？我是去上庸县。这场灯光很漂亮，一个月不多不少的话，这个数5000万。哎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俩可以合作？我们让我想想，其实是因为这场戏拍了一整个下午，然后也是每天就是大夏天，差不多每天都是最热的时候，然后他给闷了一整天。然后为什么耳朵比腮红还红呢？就是都是热的，自然红。一拜天地。啊，这个拜天地，我觉得能，现在突然非常的，同情那个时代的女性哈，她们结婚的时候脑袋上顶的那个，我感觉能一边顶，能顶一整天，然后还。不失态的，还得保持美丽的，也挺难的。因为你一塌下去的时候，你就感觉整个头皮的，然后，要用你的内力把它支撑住。然后你一起来的时候，它就，就人都快栽过去了。那时候首饰是真金白银，那也是真沉啊，真的沉。处理一点公务，让徐大人久候了，惭愧惭愧。徐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我在看上庸县历年的支出和账本记录，不然亲家一无所知的话，又拿什么和诸位大人交谈呢？去年上庸县发生徐大人是想搞点事情来讲，应该体恤民情，减少赋税才是。可是非但没有减少。反而增加了这20%的含衣税，可否去掉？3月前，许大人来信说要新建学堂，朱大人也同意了。可是这些开销都是靠征含衣税而来呀。没想到，这含衣税竟是因我而起。爷娘，许大人或许真想为百姓谋些事，好白哦。但这为政治国。可不是靠着45斤和道德文章。这新来的不行啊！是，哎，我可听说这可是新科榜眼呢，也难怪啊，就只能当个小小的县城了。县令大人怎么让你们都被骗了？就是县令科。徐大人看似委屈，实则拿捏呀。不是他不行，是剧本要他不行。的，你太过分了！当时一泼一个准儿，我都没想到我的水，我这手劲儿那么准。你诚心不让我睡觉，还不让我反击了？就
然如此侮辱我，蠢夫人，蠢书生，蠢夫人，蠢书生，呆书生，傻书生，怎么，榜眼大人这就接不上话了？榜眼大人主要是凉透了，真的。泼全景特写怎么着也泼了三盆水吧，其中有一盆是我泼的，所以给他泼了个从里透，从里到外透心凉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许大人受苦了，发现里面的破绽，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。徐大人又受苦了。你这样丢不丢人？你给我起来！是真的打，而且不止打了一巴掌。老朱，我原本以为徐大人只是来喝杯茶的，不就是打了之后我就怎么把别人，因为那个时候剧本还没出完，我就很害怕之后编剧给我出他打我的戏。毕竟自己埋下的恩怨自己要扛啊。呀，咦，他们也斗鸡眼了。对不起，我关注的点，这是强行逼咚吗？不，这叫自愿逼咚，不然这样一只手怎么能逼得了咚呢？高大人，人有的时候不面对失去，就不知道身边的人有多重要。我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别动。好美呀。米三到底在哪儿？快说。住手。又来。相公，我来了。看子。我们就是狗男女本尊。没错，一个贪得无厌，一个粗鄙屠夫，你们扮演谁不好，非要扮演成恶人，居心何在？我早就听说乡里面盛传许清家贪得无厌，上任之初压榨民脂民膏，百姓们是苦不堪言，给你送外号许八品。哎，你呀、啊。